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吉他社与乐音社共同带来的表演，也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好，第一首歌张震岳的《回家》，谢谢。Thank you.
学第二十二届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请校长就位，唱国歌。校长复位，全体请坐下，恭请董事长物观法师致辞。园长、校长以及我们全校的在场的各位教职同仁、各位来宾，还有即将毕业的每个同学跟家长们，还有我们的副辞委员，阿弥陀佛，大家好，午安，午安。刚刚才在想说，没有太阳，老天也很眷顾我们啊。现在开始慢慢的下起这个欢喜的华语。那刚刚呢，我看那个我们的那个社团的表演啊，因为音乐声很大声，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跟着我摆动啊，能够把一切的烦恼给什么甩掉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把烦恼给甩掉，当然是非常的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但是呢，我想我们人的烦恼不是只有一种
外在的情绪的一种出口而已，它还是有内在的一种我们自己很莫名的一些看不到的所谓的烦恼。我想那个是必要，必须要靠我们创办人之所以要办这所学校，觉知教育的一个根本精神，才有办法来把我们人内在深层真正的烦恼给消融掉啊。所以呢，我们华文大学一直走到现在，算是非常的平稳，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学校的教职同仁们这么样的爱护我们学校的学生。那我们的学生终于今天啊四年可以走出这一个校门。我想大家会想说，走出了这个法幻的校门，那我们学校的老师会想说，我们送给我们学生什么，学生可以带到这个社会，带出什么东西出来。我想这个是我们创办人小云导师创办这一所法幻大学最主要是要栽培国家年轻人能够好好的为国家社会尽一份所谓的教育工作的这个责任啊。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毕业的主题说自己的路自己选择，我想确实是自己的路自己选择。那我们要选择一条我们可以跟自己很亲切也可以给别人很亲切的一条路，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对自己要亲切，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非常非常的亲切。怎么样才可以做到亲切这两个字？我想那个是必须要在觉知教育的熏陶之下，自己的内在是非常非常的清新的。我想我送给我们每一个即将毕业走出华范这个校门的每一个同学，就是对自己亲切，对他人跟我们周遭有关系的人也要亲切，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人生的这一条路就能够有一个笃实感，有一个亲切感。谢谢，祝福大家再来的人生都可以选择一条真的非常很幸福的一条人生的道路。阿弥陀佛。谢谢董事长吴光法师。校长致辞，恭请朱校长建明教授致辞。毕业典礼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是新的人生的开始。华范大学从小云导师创办以来，就有三个指标，从各位进入校门口的法语人华，到中庭旁边的花果同时，到我们牧牛地的花开连线，代表同学一路上的成长。今天这一朵白莲花盛开了，同学就是一朵一朵盛开的白莲花。这一届的同学，不管是从大一还是研一，甚至有的同学从大一研一到毕业，都我看见了。我从你们入学到毕业，现在看到你们毕业离开学校，其实心里面的感触就像父母一样，看着即将远航的子女，想给他许多许多的叮咛，想告诉他们未来在人生的路上要怎么走。但是真的时间不够多，
我只有能够握到一位同学的手，看着一位同学的眼光，用我最诚挚的愿力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当你遇到困难，当你对人性开始产生动摇，请记得人性的本质就像你心中的白莲花一样，永远保持它的纯真。祝福大家。谢谢朱校长。好，那今天我们邀请了贵宾是驻瑞典王国代表邱中仁大使。同学们的热情啊，可以表现在了大家的这个言行上。我深深的觉得呢，我们华范的毕业同学呢，跟其他的大学的毕业同学有一点点不同。所有大学的毕业生呢，应该有的各位同学都有，但是你们比人家多了一点。这一点呢，就是各位同学在华范呢获得了华范精神，也就是呢小云法师的这个精神。同学们呢，比别人的这个大学的毕业生呢要多这些东西的，这个东西呢非常的珍贵。今后呢，在人生的旅途上呢，会遇到很多各种各类的困难、挫折或打击。但是呢，同学们记得，你们有一把钥匙，你们这把钥匙呢是华范大学给你们的钥匙，这个精神呢就是钥匙，你们可以用这个钥匙呢把这个困难呢就逐渐的来解除掉。我深深的祝福了我们各位同学呢，今天的毕业典礼虽然很高兴，刚刚校长讲了并不是就结束了，当然不是结束，只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逗点而已啊，同学们，只是一个逗点啊，后面还很长很长，很多路要走。所以同学们，只要不忘记华汉的精神呢，来面对以后的这个漫长的人生旅途呢，一定有非常杰出的这个表现。我深深的祝福同学们，不是一切顺利，实际上没有一切顺利。我要祝福同学们，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们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它、处理它，把这些呢转换成了一个非常顺利的这个局面。谢谢各位同学，祝大家呢身体健康，谢谢。邱中仁大使，那今天呢还有另一位贵宾莅临我们的毕业典礼哦。他曾经是三座金钟奖的得主，也是金牌主持人及木船歌手。虽然在2006年因为公益表演被烈焰纹身，但却勇敢面对，至今已是公益演讲将近2100场的知名艺人。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秦伟先生。现场3000多万的同学，大家好！如果你这段还在拍照的话，你可能错过一段最精彩的演说了。想要跟大家分享，讲到毕业典礼，其实毕业典礼这个英文字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commencement 这个字呢，今天不是讲英文，这个字其实英文的解释也是重新开始、着手的意思。很妙的一个字哦，毕业了怎么重新开始呢？讲到毕业，其实我人生有面临过2次毕业典礼。一次呢，就是我这个高中高二的时候啊，参加全国国语文竞赛。那时候教育厅厅长是林清江先生，小弟不才，刚好得到那时候书法，那是比赛是比4项，书法、阅读、朗读、写作，刚好拿到全国冠军。结果呢，就保送大学了。我们那时候满心末年，哪有保送大学的？我就问那个厅长说：“不好意思，保送什么学校？是台大、政大还是华范？”他说：“不好意思，是。”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我想你，我跟厅长说你疯了，我台中二中的，我念什么文化大学？结果呢，大学那年考试落榜，只上4星的3个重考，考上文化大学。
我后来念的是文化大学新闻系。那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系主任是方兰生方主任跟我们讲说，哎，大家要心想事成，毕业之前啊，毕业典礼之前要想，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很重要的毕业典礼，大学毕业我要当主播。哦，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大家这个必报纸每个都贴了要当主播当主播当主播，结果呢那时候满心默念哪有考主播，毕业了两个月感觉就是失业了，就找不到工作，就问老师，老师怎么当主播呢？老师说心想事成，你每天对着电视机讲我要当主播，我就玩真的电视机。我们那时候电视机是有门的，上面有红龙布加黄穗，上面有大红宝宝，每天看着电视机我要当主播，卡通影片我要当主播，布袋戏我要当主播。说也奇怪，看了一个月，有一天那个体育播报，威廉波特棒球大赛，好，布达人主播，威廉波特棒球大赛，但是跑马灯出现了，本台招考新闻主播，我的天哪，心想事成了，马上跑去考试。台北市八德路三段十号台市对面的社教馆门口一打开，也跑线也出现跑马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杀圈外扣。好，先考面试、笔试，最后一关，好巧，我是最后十名啊！我想，哇，这是录取录定了。那当天怎么考试呢？是抽这个题目，抽到题目的号码的朋友呢，三分钟之内把这个题目表演完毕。三个月之后收到台湾电视公司的通知书，如果没有考上干嘛寄通知书呢？信封打开，秦伟先生在3000多个人角逐当中成绩非常优异，荣获第五名。哦，太高兴了，第五名录取了呢，赶快请朋友吃饭。同学就隔壁班的问我说，哎，你秦伟是本名哦？对的，其实我一出生不叫秦伟，我一出生叫秦大伟金大伟。啊，那个时候秀学号一个字5块钱，就把中间那个字拿掉变秦伟。他说，哎呦，哎，可是后面还要写一行字，哎，本次正取4位，您为备选。考试没考取怎么办呢？就因缘际会，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不是讲这个太详细。后来我因缘际会呢，就去当了导游。我想说什么行业可以边玩边赚钱？刚刚大使讲到有三种选择，有一种选择直接就业嘛，我想那我就就业好了。我想说什么行业可以边玩边赚钱呢？结果我当导游，当着当着没有想到有一个节目叫好彩头。华视啊，录影，啊，要现场要观众带观众去录影，就被主持人挑到了。挑到之后呢，那个制作人就发现我会模仿啊，讲了一大堆，就因缘机会进了演艺圈了。但很奇怪，我刚刚说了人生第二次毕业典礼，我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家我父亲是警官嘛，我妈妈是教官，啊，那这个家里管得很严格，没有什么这个经济背景，想要在演艺圈冒出头不太容易。而且其实我原来是想要当主播。怎么变成主持了？差一个字，差很多。但是我觉得最惨的时候啊，就是刚刚这个老师介绍的，我是三个月内先被车撞断腿，再被火烧，全身是3度灼伤。现在脸已经看不出来了嘛，哦，现在已经从残障人士变成 F4， 从观落音已经变成观世音了。三个月内先被车撞断腿，再被火烧，公司倒了，我跟那个曾国成开了一个公司，负债1亿多，1亿8000多万。女朋友跑了，转院还盲肠炎，还被全国票选最倒霉的艺人。我那时候在医院，躺在医院看着电视，这难道是我人生的毕业典礼吗？看着电视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想不开了，我在医院选择了轻生，因为医院一餐给5颗止痛剂嘛，一天就有15颗，我积了5天70几颗全吞了。哎呦，吞完，因为我可能常常做公益啊，就一堆天使出现了，你是秦伟吗？我说是啊。你在医院自杀？我说对啊。你自杀的很没有诚意耶，啊，你是什么天使？我是白衣天使，我是医生啊。人生苦不是说人生真的那个毕业典礼，是你要毕业还毕不了哦。YMCA You must come again， 怎么办呢？结果没有想到遇到一个校长，其实我每次看到校长我都觉得好感动。我遇到的是瑞芳高工的陈校长，他也是拄了一根拐杖看到我说，哎，你是秦伟吧？我说对啊对啊。我看那个报纸说你自杀，我说对啊。啊，怎么让自己快乐一点呢？我说，哎，我希望我毕业的时候能够开心一点，赶快离开医院。他说不对，真正的快乐是为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好好的活着。你看一下窗户外面，那时候窗外面好多学生哦。我说啊，那学生帮你守夜哦，我还守灵呢，守夜。他说你是什么病？我说我盲肠炎，他也是胃炎，但是那个字念癌，胃癌。
就他拿了一张纸出来说，秦同学，我的人生毕业年龄只剩3个月，你的人生什么时候毕业我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的人生清单，我希望3个月之内把它完成，你呢？哇，醍醐灌顶哎！我觉得人生我们怎么可以轻忽我们自己，而且刚刚讲的 commitment 其实我们的人生才刚刚要开始而已。好，当然了，因为这样的烧伤，这样的努力，其实我那时候许下心愿，我想要拿金钟奖，我想要做公益，所以刚刚老师已经介绍了，就很巧的那一年得了3座金钟奖，也打破了这个台湾的记录，然后那一年又入围了10大杰出青年。我觉得这个都还不是重点哦，重点是可能各位同学听到现在，那我们念华范大学除了看到那一朵白莲花之外，到底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董事长校长太睿智了，其实华范大学4个字就是人生的座右铭，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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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念每日一字的华，这个字就是花的古字，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朵花，要有价值。范就是信仰，就是佛嘛。那其实呢，我们不要把佛教啊、基督教、道教这些宗教当作是宗教，要找到你人生的信仰。因为当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信仰的时候，你就像是一个没有人驾驶的马车，你会不知道方向，赢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饭很重要，刚刚第一个找到自己的价值，第二个找到人生的信仰。大，格局要大。什么叫格局要大呢？我们要当作自己是一台敞篷汽车，外面的风景才正要展开，你的人生正要开始。学当然就是学无止境。他说学什么呢？我们学可能会这个一路上跌跌撞撞怎么办呢？奥巴马美国总统讲过一句话，人生最恐怖的改变就是没有改变。他的妹妹欧普拉，欧是中情会，也讲，不是妹妹了，反正都姓欧，他也讲过一句话很恐怖了，他说如果人生遇到了失败，不代表失败，而是代表你的方向盘要换个方向。我们从今天毕业典礼开始，你可能他人生面临真正的开始。刚刚说了 commitment 是开始，是着手，不是毕业。仅以华范大学4个字送给我们华范大学的所有的毕业的同学，也希望从现在开始找到你人生的价值，找到你真正的中心信仰，找到让你的格局变更大的方式，而且学无止境，就从今天开始。我是秦伟，祝福大家心想事成，谢谢各位。谢谢秦伟先生。那我们今天呢还有第三位的贵宾哦，是我们华范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杨宗翰执行长，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师长，各位同学，今天我非常荣幸，也没什么准备，就被邀请到台上来。那其实我4月去年有参加毕业典礼，就知道我也毕业了，因为去年我退伍，就是退休，就回美国。那今年4月的时候，我回台湾，我来看妈妈，看我母亲。她今年95岁，顺便探亲。结果5月底要回去的时候，就碰到仁兰法师，仁兰法师就邀请我来这个基金会服务，那人生是充满很不可思议的因缘啊，所以很多机会是在等待的。那我今天很荣幸，也代表仁兰法师在这里祝福大家。那今天因为仁兰法师他有一点急事，要我代表他来这里。那我们知道华范大学是创办人小云法师、小云导师他所创立的。小云导师假如是母亲的话，华范大学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一生他所要创办的学校。那基金会呢就像哥哥一样。我为什么会讲哥哥呢？因为基金会在大学还没诞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了，虽然没有那个名字，可是就有一群追随着小云导师的一些护持委员，他们就是坐在这个旁边这里，他们就默默地为华范大学来募款捐款甚至建设学校。所以来到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以坐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我们是来自哪里的这个人生的路上我可以跟各位保证，你们出去一定充满很多困难，
啊，不是困难而已，非常多的困难，你将会充满了挑战。那怎么样能够保持让你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人生上面继续向前冲，就是自信啊，你要有个目标啊。就像创办人在70几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创办这一所大学，所以你们是前程也是充满了希望。假如你们能够立定目标向前进，我相信今天啊，这个华安大学你们今天毕业等于是华安大学的另一批胜利军要走进社会。另外我也期待着这一批胜利军将是华安基金会的胜利军啊，我期待着，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基金会来，我们可以一起喝茶聊天啊啊，谢谢各位，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圆满的人生啊，谢谢。谢谢杨宗翰执行长，校友代表致辞。邀请本校机电工程学系毕业的校友赵文谦先生致辞，让我们掌声欢迎。董事长、校长、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各位华范大学的毕业生，大家好。好，我是去年毕业学长赵文谦，很谢谢学校让我有这个机会在毕业典礼以毕业校友的身份致辞，并且勉励学弟妹几句话。还记得以往都是请结束的校友来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而我既不是结束的校友，甚至比在座各位都逊色许多。在座各位有很多人都是我看了4年过来的，如今也都即将毕业，成为一颗颗闪耀明日之星。大学期间我参加很多社团，也打了许多工，我也非常喜欢介绍工作给别人，所以我有了华办公头的称号。那喜欢打工和社团的我，课业也被当一塌糊涂，最后终于在大五还有38学分的情况下顺利毕业。毕业后也面临了半个月即将面对的课题，找工作。但是因为和学校有缘，所以我去年回到了熟悉的课外活动组工作。原本以为在学校可以至少工作2年，但是好景不长，学校支付我薪水的经费，今年在教育部没有通过，所以我被迫今年3月离职。但是老天无绝人之路，课外组又有一个正式的职缺，这正是天上掉下来的路，不是吗？对一个大学新鲜人来说，35K 的工作又不用适应新的环境，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而且在学校工作是个非常安逸没有压力的。如果是在座的各位，你们会怎么选择？我相信很多人会选择继续留下，但是我犹豫了。我想到的不是安逸稳定，而是这选择的背后，我在学校工作几年，如果职业倦怠了再去外面找工作，我的工作经历上只会多一个华范大学行政助理，而我学会的也就只有学校这一些而已，我将会失去竞争力。在舒适圈及未来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我内心不断的拔河，因为不管我选择的是什么，我都将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最后我下定决心去外面闯一闯，因为不亲自试一下，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耐有多大。后来我选择到富邦人寿当业务员，应该勇于跳脱自己的圈圈，也许跳脱之后你会有更大的舒适圈也说不定。那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害怕而且排斥站在台上讲话的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一半以上的人也跟我一样。那当然我现在一样很怕，从我刚刚的讲话就知道了，但是我努力过了，我证明了我也可以。也许今天讲得很差，讲得不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看到了以往不同的风貌，体会了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做到了，我相信台下的你们一定也可以。最后祝大家都能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谢谢大家。谢谢赵文谦校友。教务长推荐毕业生，请教务长罗胜义教授推荐毕业生。华范大学第22届。毕业生人数总共720人，其中研究所161人，
博士班四人，东方人文研究所三人，机电系一人，硕士班91人，工程技管理学院30人，艺术设计学院34人，文学院27人，硕士在职专班66人，工程技管理学院13人，艺术设计学院21人，文学院32人，完成博士士学位应修课程，提出论文，并经博硕士学位考试委员考试及格，应依学位授予法之规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大学部559人毕业，工程技管理学院214人，艺术设计学院212人，文学院125人，佛教学院8人。修业期满，成绩及格，依学位授予法之规定，授予学士学位，恭请校长颁发毕业证书。请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毕业生欧东华，机电工程学系硕士班毕业生陈志宇，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硕士在职专班毕业生林俊雄，建筑学系毕业生林俊廷，侨生代表美术与文创学系毕业生吴燕山，陆生代表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毕业生陈玉龙，代表受领毕业证书及正冠拨穗，恭请朱校长颁授毕业证书及正冠拨穗。毕业同学，毕业生向师长及家长致谢。师长，请起立。毕业生向师长致谢。立鞠躬。师长，请坐下。毕业生请向后转，家长请起立，毕业生向家长致谢，一鞠躬，家长请坐下，毕业生请向后转，请坐下。颁奖，颁发华范大学103学年度大学部应届毕业生历年学业总成绩各班第一名，得奖同学请上台授奖。中国文学系徐新雅，
外国语文学系 A 班王伟彤，外国语文学系 B 班曾宣达，德学系张家伟，机电工程学系林宇翔，电子工程学系李申宏，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 A 班刘根图，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 B 班李毅然，资讯管理学系 A 班蔡梦选，资讯管理学系 B 班王敏。恭请莲华学佛园园长修慈法师颁奖。度大学部应届毕业生历年学业总成绩各班第一名，建筑学系林俊廷，工业设计学系 A 班林嘉玲，工业设计学系 B 班吴芳瑜，美术与文创学系 A 班曾义云，美术与文创学系 B 班王玉明，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 A 班王嘉玲，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 B 班沈君中，佛教学系范美伦，恭请董事长物观法师颁奖。颁发杰出表现奖，杰出表现奖获奖同学由各系所推荐。首先颁发文学院暨佛教学院杰出表现奖，得奖同学请上台受奖。中国文学系姚家凯，外国语文学系硕士班郑维婷，外国语文学系 A 班白唐贝，外国语文学系 B 班陈元威，哲学系硕士在职专班杨炳宪，哲学系硕士班刘爱娜，哲学系黄可汉，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智胜英，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林才安，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硕士班陈妙慧，佛教学系智慧明，恭请朱校长颁奖。
受奖者与朱校长合影一张。谢谢朱校长，请再次掌声恭喜得奖同学。接着继续颁发工程暨管理学院杰出表现奖，得奖同学请上台受奖。机电工程学系硕士班李卫，机电工程学系林宇翔，电子工程学系硕士班高正祥，电子工程学系李生彤，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硕士在职专班刘怡玲，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硕士班赖冠廷，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 A 班冯静佳。恭请贵宾邱仲仁大使颁奖。管理学院杰出表现奖，得奖同学请上台受奖。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 B 班詹静，资讯管理学系资讯管理组硕士在职专班许弘毅，资讯管理学系资通安全组硕士在职专班曾俊夫，资讯管理学系硕士班王廷本，资讯管理学系 A 班杨志廷，资讯管理学系 B 班徐邦宁。我们恭请贵宾秦伟先生为我们颁奖。谢谢秦伟先生，请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同学。颁发艺术设计学院杰出表现奖，得奖同学请上台受奖。建筑学系硕士在职专班洪志明，建筑学系硕士班洪静怡，建筑学系刘仁宏，工业设计学系硕士在职专班赖秋燕，工业设计学系硕士班白景慧，工业设计学系时尚组毕佳瑜，工业设计学系交通组许庭轩，工业设计学系生活科技组林云启。恭请教务长罗胜义教授颁奖。
社女教务长何以一章。谢谢教务长。接着继续颁发艺术设计学院杰出表现奖，得奖同学请上台授奖。工业设计学系艺创组简思山，美术与文创学系硕士班王真义，美术与文创学系 A 班李品仪，美术与文创学系 B 班许林轩，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硕士班邱崇博，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 A 班朱佩君，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 B 班刘嘉柔。恭请学务长黄明义教授颁奖。与学务长合影一张。谢谢学务长，请再次掌声恭喜以上得奖同学。颁发热心服务奖，热心服务奖获奖同学由各行政单位推荐，得奖同学请上台授奖。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 B 班陈怡颖，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 B 班詹静，资讯管理学系 A 班许湘瑜。恭请总务长陈群豪教授为我们颁奖。颁发杰出创意奖，杰出创意奖获奖同学由各学院推荐，得奖同学请上台授奖。中国文学系刘冠毅，外国语文学系洪玉涵，机电工程学系张敬谦，资讯管理学系杨于轩，建筑学系林俊廷，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张巧萌，佛教学系胡世英。恭请胡支长李仁宗教授颁奖。同学，颁发中华民国北投北荣誉学会华范大学分会104年度推荐荣誉会员证书，荣获会员证书的同学请上台。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李毅然，机电工程学系硕士班陈志宇，电子工程学系李申彤，资讯管理学系蔡梦选，中国文学系徐新雅，外国语文学系曾宣达，哲学系硕士班张轩。我们恭请修辞园长为我们颁奖。
奖同学。接着继续颁发华范大学分会104年度推荐荣誉会员证书，荣获会员证书的同学请上台。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硕士班吴燕秋，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欧东华，工业设计学系卢芳瑜，美术与文创学系王玉明，环境与防灾设计学系黄嘉玲，建筑学系钟月兰，佛教学系范美伦。我们恭请物观董事长为我们颁奖。下纪念品，全体毕业生请起立，请毕业生联谊会会长詹静同学代表致赠母校纪念品。本届全体毕业生致赠母校液晶电视一台，恭请朱校长接受毕业生代表的致赠。谢谢朱校长，谢谢全体毕业生。华范文教基金会暨护持委员赠送毕业生礼物，请护持委员蔡丽珠居士代表华范文教基金会暨护持委员致赠全体毕业同学每人一本创办人小云导师之人生法语《赤水年华》，请毕业生联谊会会长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詹静同学代表接受。全体毕业生向华范文教基金会暨务实委员代表蔡丽珠居士致谢。全体毕业生向华范文教基金会暨务实委员代表蔡全体毕业生一鞠躬，谢谢蔡丽珠居士。全体毕业生请坐下。毕业生代表致辞，由本届毕业生联谊会会长、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詹静同学代表致辞。哎，那个校长。好，董事长，然后还有秦伟先生，然后各位长官，好，各位同学，以及我们同学后方的同学的老大，也就是我们的家长们，各位同学大家好。好。OK， 我是华范大学第22届毕业生联谊会的会长，那也是今天的毕业生代表。我是公馆4B 的，好，我是詹静，有点紧张。在这之前，我要先感谢我后方那个张文俊先生以及赖伟小姐，还有在前面的朱仲志学长以及张云德学长，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台上的我。再来，我要感谢我们资管系许湘宇同学以及资管系的杨志玲同学。还有公社系蔡宜君同学，那边，对，还有简世三同学，世三，
好，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毕业典礼及系列活动才可以如此的丰富以及如此的美好。请在场的毕业生为他们鼓掌。同学，今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毕业典礼的主题叫什么？我们的毕业典礼的主题叫做“自己人生自己选之不后悔的青春”。原本办在下午，想要在这时候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夕阳，结果皎云法师给了我们一个迷蒙的毕业典礼。今天的主题呢，真的是环环相扣，因为从我们国小、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我们都在挥霍我们自己的青春。我记得，我很常跟不管是跟在场的同学，或是跟学弟妹说，我都会说一句话，我就是说，人生就像茶叶蛋，一颗茶叶蛋，有裂痕，才会真正的入味。青春也是这样，各位同学，大学四年在华范大学，有泪水，有欢笑，有共同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还记得去年毕业典礼请来的嘉宾是谢祖武律师，他曾经告诉我们，态度决定你的高度，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所以未来我们不管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不管要做什么工作，我们都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很多人他很迷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你只要用对方法，用对态度，在未来你将会成功。最后要跟所有华范大学的同学很认真的说，今天毕业典礼之后，请用你的态度，请用你的态度活出属于你自己人生的高度以及你们的未来。我是今天的毕业生代表，华范大学公管系4B，我叫詹静，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詹静同学。唱小歌，全体请起立。代表本届毕业生的毕业歌曲，选出了831最后的8月31，献给所有的毕业生，希望未来的你别忘了曾经默默许下的约定，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比现在这个继续摇，一起摇。
记忆，连闹钟都来到自然醒，视线忘了今天星期几，人是忘了要前进。的暑假习题，那段还没告白的恋情，像电影般的剧情。暑假不如就对你轻声敲击，人生后之后只跟着花期，然后自己。大家一起唱。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歌词在你们红色这张的背后啊，一起唱啊！总为未来遥不可及，才发现青春像冰淇淋，融化的让我措手不及。最后的八月三十一。同学带领我们将毕业帽抛向天际。同学准备好了没？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好了，我们要洗泡泡了，告诉我们一起永远祝福你们，祝福全体毕业同学。